大家好，我是曹玉婷医师。响应防疫新生活运动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，落实每一个防护细节，就能安心生活，享受生活。当民众前往菜市场、夜市等户外购物环境时，请务必注意下列两点：一、随时保持手部清洁，用肥皂勤洗手或自备酒精干洗手；二、保持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。另外，用餐建议可优先选择有梅花座或具备隔板的店家，降低人潮群聚的风险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若出现发烧、咳嗽等呼吸道症状，请佩戴口罩，尽快就医，并在家休息，不随意拍拍照。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，日常生活安心没烦恼。